这有个熊膜，太粘了，这个不玩它的。这边石头，哇哇哇！果然有拉螺窝啊！刚才看下边爬了两个了，动的，还有个石螺呢，石螺很大。哇，肉都很大的，很饱满。嘿嘿，行啊，这地方看来是啥？看来是收的时候弄下来的。把这蜡烛收了，哇，好多！这个现在的窝都不是很大了，之前有那么大窝的，现在都一小窝小窝，因为产完卵了嘛。禁渔期一过的话，这海螺也，这蜡烛也产完卵了，海螺也是。哎，弄完了，弄不出来了。把它弄，哇，这肉怎么做到炖里边去了？里边还有一个，就不弄了，太难弄了。漂亮啊！再找找还有没有蜡萝卜啊？大家好，我是大胖，今天又发财了啊！搞了好多蜡萝，太棒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找货了啊！看这个石头坝上，看这个石头滩上有多少好东西，拭目以待吧。走。这下面还有个，果然太棒了，浪快冲上来了啊，赶快弄。哎，小窝，噔噔噔噔，好小啊，太小了，放掉它。这个也很小，嘿嘿嘿，好有趣啊！哦，走了，把这弄回去，看还有没有蜡萝卜啊！太棒了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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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哎哎哎，看到一个啊！哎，太棒了，肉做的真快啊！不算很大，还可以啊，将就一下吧。继续找来，这白杆不行了，下面应该有白杆啊。我看好多个白杆皮呢，上面。走走走。哎，这边水冲的这么猛，还好我眼疾手快，大文杆。收下啊！噔噔噔噔噔！嗯，在哪了？这了。太小了，这个太小了。蜡萝大了也不行，太小了不中吃。放掉吧。哎哎哎，看到一个，这个怎么回事？哎，我还以为是啥，是海螺壳呢，也是个大海螺。你看这就，这种东西壳非常薄啊，这种的就非常好吃，肉很嫩的，非常棒啊，太棒了，弄点小的，回去煮煮吃的。这个地方被我踩的怎么这个样子？跳到床一样啊，好玩啊，太好玩了。嗯哼，嗯哼哼，嗯，哇，如果不是白颜色的还真看不到它嘞。小不点儿，你看这个东西，这个身上这么白，它上面怎么这么这个颜色，好漂亮，好有特点，太棒了！再找看，这水太浑了，慢慢找吧。
只有说它的浪回去的时候才能看得到，水太深了看不到的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走走走。涨潮了，涨潮了，已经开始涨上来了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大胖啊，拜拜。